within that range.小红书。
ho. You better listen, ho. But give me let DJ. A young rich ain't want me ballin'. Bọn tao thuê phòng bay là một cái boy. Tao đang tắt điện thoại, what you call it? 学霸不想让你知道的学习方法：一、作业一定要在学校写完；二、回家的时间都是用来背书和背笔记的；三、做题的时候绝不翻书，做完再说；四、在有旁人的环境刷题，在独处的环境背书；五、做一整套题的时候学会计时；六、定期复习错题本；七、做错的题错过一次不再错；八、每道错题都会总结。你感觉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，还是一个努力的人？有一点天赋吧，但还是主要努力吧。主要是靠努力。对，你有没有什么学习的一些技巧或者一些方法？我其实可能有两个吧。我一个第一个，我挺善于学习别人怎么学习的，就是当时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，他错题本做的特别好，然后我就去看他是怎么做错题本的，然后我就自己也开始做错题本。比如生物就有很多要背的，然后我就会把所有的生物书上的那种能够出现的。就是就像那种很小的字，然后我都会自己在自己的本子上再记录，再记一遍。你感觉天赋跟努力哪个更重要？我觉得努力也是一种天赋吧，你觉不觉得？就有的人他努力了之后会觉得这很可持续，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让自己持续的努力。我觉得其实努力就是一种天赋。之所以只就此缘起吧，微风吹起你鬓间的白发，抚平回忆留下的疤，你眼中明暗交杂，一笑生花，暮色遮住你满山的步伐，走进床头长起的花，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。你才二十几岁，你在害怕什么？钱没了可以再挣，朋友没了可以再交，爱情没了可以再找。记住，你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一份存活带来的勇气。加油。我发现我很难接受自己的失败，失败一次我就会被打倒很久，失落负能量。但我今天看到一句话，学习能力也好，执行力也罢，在刚开始的时候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，一下就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太过看重结果，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沉重。就勇敢去做好啦，要么这不堪的生活一次性击垮我，要么你就等我慢慢站起来然后击垮你。真拼命和真懒惰的人都没有太多情绪，真正痛苦的是那些被教育的要上进但骨子里又没有那么上进的人。学习工作是痛苦，偷懒放松也是痛苦，永远拿不起来又永远无法真正放下，怎么都拧巴，怎么都不快乐，在自我羞辱和自我原谅中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辈子。过于真实，看完别难受。在学习上都是自私的，他们不会告诉你自己真正几点起床，卷子写到了多少页，考试考了多少分，排名第几，他们都在偷偷的努力。可你又凭什么觉得你一定要努力？如果有一天当你接触到优秀的人时，你是否拥有与之匹配的分量？你会发现那些明亮的人不光长得好看，穿衣有品，思想有高度，生活有品味，阳光且温柔，自律且上进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
心可以碎，但手不能停，不要整天动不动就 emo，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在崩溃中继续。我敢打赌，凡是买了一堆书却没有读过，报了一堆课程却没有参加，买了一堆资料却没有翻阅的人，几乎从来都没有主动做成过一件事情。行动的背后是需要动力的，之所以有行的这个动作，是一定我们的内心被触动了。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，就把手头的每件小事都做到极致。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的时候，就把离你最近的那件事情做到最好。一直相信，如果一些人停止接触新事物，学习新技能，几年后的自己会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。有时候坚持你最想，最后你会发现你得到了最想得到的东西。自律的苦轻若鸿毛，后悔的痛重若泰山。高中一直很激励我的一句话就是，吃不了几年读书的苦，将来就会吃一辈子生活的苦。二选一的时候记得选前途。父母能够顶着寒风5点钟出来干活，你读7点钟的书并不动手，就算公交车上空无一人，司机也会把车开到终点站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要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止原本的生活，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儿，不要去管角落里的事儿。比起角落里的事儿，阳光下的爱来得更重要。没有结果的时候就好好睡一觉，不用太责怪自己，你已经很棒了，你也是很用心的才走到现在的。希望以后的你可以多读书，可以大步往前走，可以在这寡淡的世界上深情的活着。二选一的时候记得选前途。